现在化成水了。你干嘛呢，身上？雪球。哦，也化成水了。你在炒雪球呢？嗯。炒雪球给谁吃？做饭了？等会儿要看一下雪球。嗯。看一下雪球。好了吗？做完了吗？没有呢。可以关上吗？不行。别浪费我的气儿。还没有呢。没有，全都化成水了。哇塞！好啊，关上。